如生，而音乐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音乐时刻紧跟画面内容的切换，不断变化着自身的形态，这也是音乐在商业影片中的特点之一。 Daddy, look over there. What is it? It's a little person over there by the waterfall. There's two of them. There's more than two. 作曲家丹尼·艾夫曼的电影配乐中总是能出人意料地使用各种乐器，这里出现的马林巴便是如此，所以他的音乐总能不断地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。These are real people. They're in Balloompas. Oompa Loompas. Imported. 50年悠久历史，风靡全球170个国家，吸引17亿观众目光，诞生出无数传奇巨星，世界顶尖音乐人一生追求的梦想，你不容错过的精彩瞬间。第51届格莱美颁奖典礼 ，CCTV 音乐频道即将播出。第51届格莱美音乐奖颁奖典礼由盛泰手机特约赞助播出，研究鼎通天下盛泰手机。每一个人都有许多角色，我是一个演员，我是一个歌手，我也是一个都市人，喜欢追求，喜欢变奏，掌握 Seeking， 把握精彩。 I love Seeking 盛泰手机。昨日扬声来到中国，今日把它传遍中国，今日扬声，今日牌，中国实名商标。每一天，我们为人类的电力需求而创造，为巨轮远航而创造，为传播文明而创造，为千百万人的便捷交通而创造，与创造者共创未来。上海电器，上海电器，请您关注 CCTV 音乐频道。叶茂中营销策划，策略精准。叶茂中营销策划，创意凶猛，引爆品牌战斗力。叶茂中策划，叶茂中营销策划。宝丽光影沧桑，追忆似水年华。影视留声机，用音乐打开电影乌托邦的神秘蓝图，聆听光影。您现在收看的是影视留声机。